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I 的 DIY 教室，我是 T。 今天呢是个很特别的合作影片，这次的合作厂商呢，他们是施华洛世奇特约授权零售商以及日本第二大素材品牌 Plus Club 的代理商。这次呢，我们就是要用他们家的产品呢来制作一个气质高雅的扇形耳环，需要的材料及网站的连结我都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大家可以点网址直达哦。首先呢，我们要拿出单孔的扇形配件以及双孔的扇形配件，接着呢，再拿出25mm 的单孔排钻以及25mm 的双孔排钻。那呢，我们依照这个双对单的逻辑呢，帮他们进行分组。双孔的扇形配件呢，配单孔的排钻；单孔的扇形配件呢，就是配双孔的排钻。接着呢，我们拿出一个4mm 的铁圈，将我们的铁圈打开。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先把单孔的扇形配件拿出来，挂到铁圈里面，再把我们双孔的排钻呢也放进来。好的时候，关闭我们铁圈。接着呢，再拿出第二个铁圈，将我们双孔的扇形配件呢下面的洞套到铁圈里面，单孔的排钻也一起放到铁圈里面来。接着关闭铁圈，这样子呢，两个主体呢就暂时完成了。我们要把我们的耳廓也放上，再拿出一个铁圈，将铁圈打开，放进饰品。这时候呢，要注意排钻的位置，我们必须要让耳针的珠子跟排钻的钻呢都是朝前方的，所以我们这样子放入。确定好位置之后呢，我们再把铁圈关闭，这样子我们一边的耳环呢就完成了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换另外一边，拿出我们4mm 铁圈，将我们的铁圈打开，把我们另外一个饰品放进来。放进来之后呢，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下我们钻的位置，我们耳针的珠珠呢也需要配合它的位置放进来。好了之后再关闭，这样子呢，我们的耳环呢就完成了。这次呢，我用的素材呢都是日本进口的 Plus Club 的素材。那呢，它的做工非常精细哈，你看每颗钻都超级闪，闪到呢我相机都有点拍不出它们的真面目。然后呢，我们这个扇形的素材呢也做得不错，它完全不会刮人，收边收得很好。这些素材呢真的都非常的精致而且漂亮，每次呢我逛他们家的网站或 APP 的时候啊，会逛好几个小时，逛得不亦乐乎，每样东西都很想要尝试看看。那呢，推荐给你们。那我们今天的教学就到这边，如果喜欢今天的教学，请帮我按个喜欢，想看更多请按订阅哦，也不要忘了到 MLQ 的网站去逛逛哦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